去干什么呢？原来是运送货物。前方有车，咕噜，快躲避！哦，货物掉河里了。兔兔，去把货物捞起来吧。兔兔来到河边，伸出轮子，它想用轮子拦住货物。你们看，货物飘下来了。哎呀，兔兔够不着，货物飘走了。兔兔好像发现了什么。咦，树枝，有了，我们可以用树枝拦住货物。兔兔赶紧拿上一根树枝，把它扔到河里，希望能成功。哦，还是拦不住。巴士，你要用石头拦住货物吗？Good.
机，到底出手了。OK, go! 完全变态的风伞车飞下来。有人任务完成了。哇哦，六六在坐过山车。好好玩啊。怎么回事？哦，六六小心！五福看到六六被挂在了空中，六六用力，加油！终于上来了，吊车刚好路过，五福，快去叫吊车来帮忙！去看看，五福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六六被困在过山车上了，吊车快去帮忙吧！伸出吊臂，哦，还差一点，吊车努力，再高一点吧。是够不着，五福过来了。吊车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我们可以搭建一个木台。三宝拉着木材过来了，满满一整车。福外过来夹下木头，在这里打个木桩。好啦，吊车吊起木板。铺到木桩上，当当，木台建造完成。六六别急，他们马上就来救你了。吊车快上去木台吧。伸出吊臂，吊住六六啦，把六六救下来。准备上去修过山车，让吊车把不二吊上去。开始维修，哇哦，修好啦！不二做得太棒了，可以离开喽。你们看，五福正在睡午觉呢。不好，二楼好像有东西要掉下来。哦，砸中了五福，五福好像出故障了。哦，都掉上了颜料架子。糟糕，五福被颜料染得五颜六色的。突突也在午睡。突突，你赶紧过去看看吧。哦，五福出事故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五福的挖斗也坏了，兔兔，你先带五福去染色吧。
是它够不着，该怎么解决呢？咦，这边有个机械臂，突突去拿机械臂。开始维修喽，卸下坏的挖斗。麻烦突突再去拿新的挖斗过来。挖斗拿过来啦，给五福装上。挖斗修好喽，突突，你做的太棒了，五福可以离开了。你们看，巴士正在路上行驶。嗨，巴士。巴士并没有发现，哦，巴士撞树了。哎，什么声音？糟糕，好多落石，巴士需要帮助。五福图图，赶紧去帮巴士。小红和小蓝也一起去。No. 怎么飘起来了？
新装上蓝色的气罐，拿上充气枪，给推土机充气吧。充好一个车轮了，再充另一个，另一个充不上气。挖掘机来帮忙吧，把推土机推到维修间里去维修。维修吧，拆下坏掉的车轮，放旁边，再拿一个新车轮，给它装上去。装好了，来测试一下，没有问题，倒车。推土机离开喽。挖掘机要去采石场工作喽，正在前往采石场的路上。停车，要等红绿灯，可以通行啦，继续前进。往前开一点，开始挖石头吧。一颗，两颗，等等，没有车厢装石头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让翻斗车去帮忙。出发，弯路要小心行驶哦。直行，翻斗车到了，挖掘机勾起石头，装到翻斗车车厢。再勾起第二颗石头，装到车厢。要把车厢装满哦。那就让挖掘机再挖一点石头。糟糕，滚下来了！石头压住了翻斗车的车轮，翻斗车怎么发力都出不来。挖掘机可以帮忙，调转车头，把这些石头通通都勾走，马上就成功啦！耶，翻斗车可以出来啦，太棒了！挖掘机继续挖石头。装满了，翻斗车出发喽！挖掘机完成工作。伐木车今天要去砍树，出发喽！到了，转个弯过去树木旁边。准备开始砍树喽。 OK， 哇，砍下来啦，再切成小段，锯好了。要怎么运送木材呢？让木材运输车去帮忙。
子，接上爪子，测试一下爪子。没有问题，去搬木头。夹起一捆木头，上车，放到木材运输车旁边，还要去搬哦。再夹起一捆木头，倒车，放下，继续喽。Go! 消防车来到了池塘，开始装水吧，伸出水管。哇，水装满了，快回去吧。
吊车出马啦！伸出吊钩，吊起喷洒车，放到清障车上，收回吊钩，前往加油站。吊车也要一起去哦。Goodbye.